最专业的医疗翻译服务。医生下班之后我还可以咨询他吗？周末出现紧急情况怎么办？谁来帮助我呢？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。其实医生下班之后仍然在接电话，仍然在岗位当中忙碌。虽然他回家了，但是他跟医院的医疗团队都是有24小时的沟通的。如果你在美国生产遇到了紧急情况，千万不用担心，而且真的不用担心，因为我作为美国耳鼻喉科的团队，包括我们所有的翻译、我们的医生、我们的医护人员和护士，全部都是24小时接电话为您服务。